家好，我是子云，然后我叫 LB， 然后我现在呢在华航的贵宾室里面实习，然后这是我的制服，然后我喜欢的事情呢就是和姐妹聊天，然后讨厌的事情就是羽毛，因为非常讨厌小鸟跟公鸡，然后还有一些有反有羽毛的东西我非常不喜欢。想要更了解我的话，可以看《自由时报》的周末生活版，还有自由影音，还有我的部落格。谢谢，拜拜。